大家好，我是柴娃娃，今次来看一只好吸引柴娃娃眼球的模型。柴娃娃就是这一只了，大妖怪。官方的名字真的叫做大妖怪的，它是来自新的肉晶日派系 Pad， 看看它的模型零件。今次这只模型用了交叉组装式设计，就是这样了。虽然柴娃娃我是平路的玩家，但是这只阴阳二刀流实在太霸气了。它身为重甲兵 HI， 不过呢就有点像 Gaggle 这种 mini tat 的定位，同为肉晶 HI 的速剑呢数据上非常接近，连硬度都接近相同。阿玛五同样是魏三滴血，走位灵活的速剑呢就好像有点要靠地形偷鸡摸狗了，但是感觉大妖怪呢就较为打正面了，可能是因为它是二刀流和武术二级的关系啦。亮点呢还有最近才有的 Keyword Fatality Level 1、将所有的射击武器 Damage 加1、Fatality 他拿着一把赤佬、就等于拿着一把有 Shot 属性的喷火式、靠住硬度和中近火力一路剪过去，压制用二刀流近战。罗曼的小故事、不过呢就有一点要注意了，其实 CC20 呢只不过是近战紧紧合格的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